iPhone 8上手视频截图曝光，库克起步。下周三，三星将发布年度旗舰 Note 8。谁都知道，三星赶在9月份之前发布，只想提前占位阻击苹果的 iPhone 8。关于 iPhone 8的坊间传闻确实不少，外观、配置、功能都能够轻松的在网络上扒到。不过日前有个网友放出了一个视频，竟然是 iPhone 8的真机上手操作。要知道，此前 iPhone 8的曝光方式大多是机模或者渲染图，此次界面操作视频可以说是头一次让 iPhone 8活了起来。据网友亮亮表示，此 iPhone 8操作视频由于保密性，界面只能做了模糊化处理。而从短短的9秒钟视频可以看到， iPhone 8的 UI 界面和现在的 iPhone 没有太大的区别，但整个画面延伸到了全面屏的底部，实现了全屏触控。此外，视频当中还展示了 Siri 和拍照等功能的操作过程，和现款的 iPhone 也差别不大。结合此前曝光的 iPhone 8的界面来看，苹果将会在屏幕底部设置一颗虚拟的圆形 Home 键，操作方式也会有所改变，而视频当中的手机并没有此键，而且虽然视频比较模糊，但仔细看可以发现手机顶部的刘海位置似乎有信息被掩盖了。